把芥菊压蒲，压蒲320克，皮面打十字花刀。加入盐 3.5 克，黑椒碎2克，洋葱丝35克，姜片13克，香葱13克，蒜碎10克，盐碎15克，揉搓腌制一小时。沙拉酱40克，炼乳30克，黄芥末酱25克，一起拌匀。鸭蒲皮面朝下下锅，中火一面煎至4分钟。翻面，再煎2分钟。煎过的鸭蒲包入锡纸，放入预热的烤箱，上下火200度烤15分钟。挤上沙拉酱，再烤5分钟。改建装盘。